只要你不背叛我，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刘兄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 怎么了，小汉？你只要你配合我，啊！你儿子，去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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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查清楚，是他先勾引的我，他一个人跑到我家对我嘘寒问暖的，还让我跟我老婆离婚。你丫说什么呢？我抽你今天！你们别着急，我们也有自己的判断力，只是基于留存后的笔录情况，我们怀疑他也有严重的精神问题，这还需要我们找相关的人来继续勘探一遍。你女朋友今天受了伤，心里也受了问题，你要照顾好她。我女朋友？你俩的笔录不是男女朋友吗？啊，对。 休息，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。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要走啊？ 是不是应该多多了解他一下？嗯，比如说给他手机安个定位系统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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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太变态了！哎呀，这有什么呀？我这不怕他有安全隐患吗？我这不，你确定吗？你真要这样做？是啊，那就这么着。
宁叔，宁叔，对不起啊，我用最后一次了。手机怎么没有信号啊？哎，有了。 没事没事。